但妈妈说，你不是我，你没有经历过，你绝对没有办法去体会他内心的感受。这是受害家属他们共同的心声，就像是豪妈，他说他为什么要曝光呢？他也不想曝光啊，但他就是要让加害者看到他儿子被害成什么样子。他儿子当年就快要研究所毕业了，相依为命的母子俩以为就要苦尽甘来了，却没有想到只是站在路边买碗面，他的儿子就被撞成了全身瘫痪，而肇事驾驶他的酒测值高达了 1.06， 没有想到最后只被判处1年的有期徒刑，而且还可以缓刑5年，换句话说等于是一天的牢都不用做。而反观豪妈这对母子，他们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却得整天被关在这个小房间里头，等于是被判了终身的监禁的无期徒刑，这个世界还有天理吗？豪妈跟我说，今天如果只是经过他的家门口没有踏进来，有谁会知道在这一扇门的背后他们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？他说他也不愿意这样子抛头露面接受访问啊，边讲边哭的，谁想要这样子？但这不是他们的错，是谁造成的悲剧？难道都不用负责任吗？小孩，你有没有努力运动？有努力是不是啊？拉筋就是运动啊。来，看看，待会给你。我问他有没有认真做运动啊？哈、哦，有没有认真抬起来？他都说有。是什么？你都没有认真做，因为他站立出来。对啊，有了，他心里想好了、啊，他心里想好起来，对不对？你心里有没有想好起来？他比一，对不对？你说对，你讲话出声音，说对。你说对，你有没有想好起来？又不要了，是不是？啊，叫你讲话你就不要，你要不要？要不要好起来？你跟他们讲，好不好？要是不是？好哈、哦，你说好，要不要好起来？你说好，嗯，好哈、哦，对。来，妈妈拍一下哈、哦。你不觉得很悲哀吗？我已经60几岁了，我儿子已经快40岁了，躺在床上这样子。我也担心啊，我现在是老人啊，我现在是老人哎、欸，我可以领老人卡的、欸，对不对？我也担心，其实我每天早上起来，我也是希望说今天跟昨天不一样哎、欸，我每天也是希望这样子哎、欸，可是我还是一天一天都一样哎、欸。你们看这边。看前面，你有没有看到那一只鸡受伤了？有没有？如果10年前没有发生那一场车祸，今天会跟昨天不一样吗？因为那时候是经济风暴的时候，我整个人的状况都不是很好，他会去主动去跟店长讲说要上大业，过年的大业有那个多500啊，他都说他愿意接。为了500块钱的除夕红包，已经打了4分工的小豪，他连续3年的除夕夜都自愿留守超商。我就都过去陪他，我也都过去陪他，因为其实我也是一个人啊，那想说孩子在那边，然后看看他，陪陪他，跟连结的一个陪伴这样子。我会带点东西水果给他吃的，然后会吃他那边过期的，因为他们过期员工可以吃，他们大夜班就是淘汰一些过期的，然后过期他们是准许员工吃的，对，他就去那边吃过期的面包啦、吐司啦。母子俩的年夜饭虽然没有大鱼大肉，但是如今想起来却是温馨快乐的，因为他们知道再辛苦再努力一下，等到小豪拿到了硕士学位，一切都可以苦尽甘来了。研究所毕业完兵也是要准备结婚生子嘛，结婚也要有房子，然后我们是希望买2个，然后能就近，好，然后你有你的生活，家庭生活，妈妈也有妈妈的生活，这个是一个我们的目标了。2011年7月31号，小豪打电话开心地跟妈妈说，他的论文口试过关了，再过几天就可以回台北了。
但没有想到当天晚上10点多，小豪在一家面摊等外带，却遭到了一辆车子高速冲撞。警察打来的，前后打了十几通，我就卡丘被都拧皮啊。他打来跟你讲什么？他说你是张廷豪的家属吗？他说被车子撞了，那他叫我赶快去。好妈六神无主的跳上了计程车，一路上医生不断打电话来，一直跟我讲说你到哪里，我要告诉你他是病危哦，他已经差不多了哦。等到豪妈赶到了医院，小豪人还在手术室里，一直没有脱离险境。到了天亮吧，好像有时间可以去看，整个人都肿的，然后我就在那边就崩溃了。早上也签病危通知，晚上也签病，反正随时就在病危通知。病危通知签到了手软，究竟是谁把他儿子撞成这样的？我到警察局也崩溃啊，我说你一定要关！我说怎么有这种那么奇怪的事情？怎么会有人这么糟糕呢？那现在我这样怎么办呢？啊，那警察说，啊，他已经送神经病院。我说怎么可以送去？我印象最深。我说怎么可以这样子呢？我说他你要送是要送到监狱里。我知道我那时候很崩溃。家属说他什么有神就故意就用神经病来掩盖他的过失啦。我觉得这种就是一个。加害者就是很坏的一个状况，他就是想要说想很多方法，然后想很多人来帮忙他把这个过失给掩盖掉。肇事者的酒测值高达1.06，分明酒驾撞人，却还想方设法的替自己脱罪。其实之前有一个也问我，他说你会报复，我说我怎么报，我什么都不想，都不要去想他，我不想去想他。你问这个问题，我也不想去仔细考量要不要什么。我能做什么？我只是一个妈妈而已，我是一个平凡的人。来，手伸直，伸直。豪妈说，这种人根本不值得她花时间去怨恨。她把一个人生正要绽放的年轻人撞成了一个全身瘫痪的植物人，结果最后只被判了1年的有期徒刑，而且还缓刑5年，等于是一天牢都不用坐。这是什么世界啊？我去法服申请律师，结果法服一直没有给我过，到第7次才给我过。法庭我跑了4次，然后他就在外面就跟我讲，啊，我说，哎，我给你的资料，你是不是要写？我们要怎么那个？因为我要跟他打官司啊。哎呀，那个不用写啦，你就那个赶快回去，那个强制写拿一拿，你儿子还在加护病房，赶快回去照顾你孩子。每一个人都来跟我讲。和解啦，干嘛啦，什么什么什么的，啊，然后他们又哭掉啊，然后他母亲又哭又怎么，又说什么他们家很怎么样，就是标准的加害者做法嘛，不是神经病，就是家里有状况，不然就是很无奈，就是这样子，啊，加害人的一贯的那种做法都做出来。肇事者一天牢饭都没吃，他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，但这对没有做错事情的母子，却反倒是仿佛被判了无期徒刑。一辈子囚禁在这一个小房间里啊，都等着嗨，有没有跟你今天还没跟大家说嗨？那边有帅哥哦，我们跟他比谁帅好不好啊？好，没有帅，你帅是不是？照顾他就从小就在照顾了，只是比较重一点，对不对？要抱他做运动什么的，不然他一点脏一点伤，我嘛看不下去，对不？所以不甘啦。吃喝拉撒，大便小便，然后抽痰、蒸汽，这样子。为了照顾小豪，豪妈根本无法工作，在她心力交瘁、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，有人善意的建议她，是不是考虑把孩子送到机构呢？刚发生的时候，有人鼓励啦，那我就参观了2个地方，他们那种就是。都看着天花板，那工作人员照顾也是有限。那，啊，你想想看，你这样子，啊，他年轻，生命力又还在，生命力很强还在，然后你这样去躺，我说个难听的话，早去早死，晚去晚死啊！你听我。
舍不得把孩子送去机构，好妈从此断了这个念头。不管未来的路多难走，她一定陪着儿子走下去。我也很自卑耶，我也很觉得自己很无能耶，不然我儿子怎么会变成这样子？你听懂吗？我也是觉得自己的孩子怎么会变成这样？我这当母亲是怎么当的？对不对？那他发生了，然后我又不管他，有这样的道理吗？不可能啊！不可能抛下儿子不管的，日子终究还是得继续的过下去。哭脸是一天，笑脸也是一天，总不能让自己一直陷溺在悲戚的漩涡里。我为什么会要有音乐？其实我从他发生事情，我都会去买那个有音乐的时钟。我们家太安静了，安静了，我心里会很难，会很不舒服啊！我不知道怎么走下去，所以你说会布置，会疗愈啦，跳脱一下。除了放音乐之外，豪妈还在屋子里头布置了许多绿色的植栽，在墙壁上挂满了母子幸福的合照。因为她不想每天睁开眼睛看到的就是惨白的四面墙，仿佛提醒自己依旧被囚禁在病房里。其实，老实讲，我一直在生气，我一直在伤心，我一直在难过，我的日子一分一秒都在难过。即使睡了一下醒来，我一直在想说，今天不是昨天哎，这种日子。日子还在过，能活下来了，对不对？我既然我也还在，我是照顾他最后一刻了，会照顾到他最后一刻。总是告诉自己为母则强，为母则强，但妈妈也是人，当一个妈妈究竟要多坚强呢？我这个就像一个病房，你们有进来就了解我，没进来就走过去而已。你听懂我的意思吗？对不对？你有踏进来，走进来，你看到我们了，你知道我们的痛苦，我们的悲哀。当你走到门口，哦，那个有酒驾的，有很多酒驾事件，就走过去，啊，那个要怎样啊？怎么样？怎么样？他高调，道德高调。又怎么样？你也走没有走进来，你走进来跟我讲话，再来道德高调吧。不然我很讨厌那个一些社会上假同理心、假清高、酒驾事情，那一定什么人权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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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人权？我们就没人权吗？对我们公平吗？我又没有。我们上班，我儿子也去打工，也都有缴税，我们也不是做坏事，也没有不缴税，也不是怎么样的人，对不对？也不是说对社会伤害的人，又对社会偷鸡摸狗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为什么要抛头露面？其实我也不想抛头露面啊，我找那样的，我希望平平安安的过日子，我儿子结婚生子，有那个。我们走来十年了，不是说你们怎么样的，算讲到这个字就不，我们的人生就被因为你喝酒开车，你喝酒可以不用开车啊，对不对？你喝酒开车来撞我们，我也不认识你啊。我儿子这一生就这样一直遗憾走下去了吗？然后我就这一生就这么悲哀的走下去吗？面对酒驾是零容忍，这是台湾社会共识。但究竟要如何才能够有效遏制酒后驾车呢？我们刚才就说过了，严刑峻法有用吗？在2021年5月21号，立法院一读通过，酒驾撞死人，从原来最重可以判处无期徒刑，加重为判处死刑。为什么那么狠啊？我的宝贝儿子，我这一个儿子，你为什么要出来害人啊？可是看这种层出不穷的，真的是每次看到一听到酒驾这两个字，真的是这个体面，真的那种心真的很痛哎，很凉哎，想到说哇，又有一个人跟我们一样。
我昨天还跟我儿子在一起，今天就没了。我要回去看我儿子。阿斌冷冷的躺在那里啊。他这个政府很可恶，他怎么样？他刑法他只针对五年内再犯，才有可以列入杀人罪。他不是三到十年吗？大部分人不是都几个月吗？那你基本刑你不提高，然后都放着大家去外面喝酒开车。你弄两个呢，你敢知？我不是啊，酒了六个，我就见到酒味啊。哎，讲俺都弄死了，弄死啊！阿斌处理你，你要等伊休困啊。是被放出来，这种人不是该撞死就好了？干嘛还出来撞死人呢、啊？这种人还可以在社会上活着，这比杀人犯还恐怖。酒驾驾驶五年内再犯而致人重伤或是死亡，将吊照2到4年，并且依法没入车辆。你说再犯合理吗？一次都不得了了，还再犯？你们弄写这个有没有想到说再犯，然后前面的人就要这么倒霉，这么不公平，这么没有正义？在台湾求刑失灵，一审判七年，他在上诉二审不知道又判几年，酒驾致人伤亡。他本来就不应该，不值得有被宽恕的权利，知道吗？一月到三月，酒驾事件挤18000，哎，警政署公布的18000，哎，你想想看，里面的人有多少人死掉，有多少人受伤，对不对？那你们一直拿，哦，少了，比去年少了，哎，1000个变成800个，不是900个。我跟你讲，再怎么少一个人受害，就是悲哀了。那个家庭就是悲哀的嘛。法务部严厉修正刑法，酒驾致死，如果酒测值超过一定的数值，以杀人罪论处。酒驾是这样的，我看昨天那个立法是哦，蛮严重的，那就是处罚蛮重，或者就是说突罚不足以自省，就是说你这个处罚，他就是有病啊，你再怎么处罚他也是造犯，所以应该要有一个酒瘾的治疗方式。你说有名人报个一两个月。没名能报个一天两天，后面的日子呢？后面的日子怎么走？即使他人不在了，你看那个妈妈多伤心。我今天我只能自我慰藉，说我儿子还陪着我。这妈妈还能帮女儿做些什么事情呢？当年还是台大医生的柯文哲，他成立了台湾酒驾防治社会关怀协会，他邀请这妈妈担任第一届的理事长。尽管面对悲伤并不容易，但是曾妈妈她答应了，因为她觉得她必须要站出来，让社会重视这个议题。让她觉得说酒驾这种是可以预防的，不是天灾，不是人祸，那个不是那个，只要你能够预防，说不要酒后驾车，就不会有这种悲剧。所以她就说要成立，所以可比当时就是很有心，就是要来推动这样。对，重罚是需要的，只是说这重罚前面的配套措施要做起来，包括酒驾连坐、代理驾驶，还有酒气侦测器、那再加上最后重罚，那事实上也要在一个程度上要宣导不要喝太多酒了。总统一定要重视这件事情，政府的那种态度啊，他的做法非常的重要。那我们政府都听不到，我们好像很远，我们这种声音他都听不到。装睡了，叫不醒，我们就觉得不行了，还连续去抗议了2天，就是零容忍。那他置人于死的话，一命还一命，其实都还不够的。酒驾置人于死，就应该以杀人罪。我女儿，我真的来不及，也没有准备好跟她说再见，然后就从此不见。那是1年、2年、3年这样一直下来，我自己勉励我自己，希望说我要过得好，这样子我女儿她才会开心，她这样才会有意义，才能够我现在才没有说变成一个忧郁，或者是这样躲起来不敢面对大家。